来救救我啊！余英男。啊！跟我走吧，我是来救你的。不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怎么，在这等谁呀？你想等于英奇和于美娇过来救你吗？嗯，英奇和我娘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他们不是你的亲人，他们和你不一样，他们是火离人，怎么可能救你呢？这儿只有我和你，所以只有我能救你。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秘密，如果他们知道因为你的存在而给他们带来灾难的话，一定不会手下留情。英男，跟我走。再留在这里，你爱的人只会一个个的死去。跟我离开这儿，我带你远离痛苦。英奇，
小姑娘，都说濒死之人都会看到自己最爱的人，方才在幻境当中你看到的又是谁呢？我说到做到。你们还不快走，再不走的话可就来不及了。陆贤公就要沉没了，我们怎么离开这里呀？这里连船都没有，这救女实在是太狡猾了。说了让我们可以离开水牢，但是没说怎么能让我们活着离开陆贤公。小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小丫头。我好歹也是这幻波池的一方之主，怎会言而无信呢？这小乌龟是你们的人带来的，如今便让他带你们离开吧。啊，走。小女，你跟着我们一起走吧。我活得太久了，久到我爱的人都不在了。如今这洛仙宫也走到了尽头，就让我和他一起沉睡在幻波池底也好。不过这千年合欢连可惜了，就让你们带去吧。